大家好，这里是领导售后课堂，我是吕工，这位同学是黎工。本期的内容是灯具安装。首先打开防空箱之后，固定防空箱面盖，灯具要配有一条三星电源线，将压线夹压住电缆线外皮锁紧，将防水叉锁紧，通过保险箱安装口取出吊钩，旋转90度，从防空箱灯具挂在床架，首先扣好保险绳，锁紧灯钩，检查灯具垂直和水平等的锁扣是不是打开。以上是本期课堂内容，下期见。